大家好，今天是2020年的3月9号。经过了第一道关卡，我们在网上订的菜，一会儿用尽快的速度把它取回来。前面还有一道关卡。非常的严，好在我不出第二道关卡，在门口就可以领取菜。这些防疫人员都是外派的，上周社区工作人员因为有疑似患者被全部隔离了，他们也很辛苦的。他已经到了，小姐姐，哎，来，我这取个菜，马上出来，就在口子这里的。好，没有。我们没出门。好，你也小心啊，要注意防护。好。哎呦，我刚取了菜的。菜已经取到手了，要用最快的速度上楼消毒。口罩可以买是不是？可以买。多少钱一个？95块钱一包。一包多少个？50个。50个。要凭身份证是不是？普通医用口罩不到2块钱一只。我们这个小小区是一个无预小区，相对还松一点，还有更严的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关注，谢谢各位，再见。